而另外关山国小客语合唱团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血统，14位成员当中只有3位是客家人。指导老师说，当时带他们的时候，完全他们都听不懂客语的。经过不断的练习再练习，让完全听不懂客语的同学们也变成了新客家人。或许有人会觉得客语合唱团的成员一定都要客家人参加，但是在关山国小就不是这样，总共有14位的成员，里面只有3位是正统的客家人，其他的学生不是闽南人、原住民就是新住民，他们也相当的热爱客家语。因为我觉得客家歌谣很好玩，又很活泼。爸爸妈妈会跟你一起唱吗？会，因为我想要学看看客语啊。客语怎么念？指导老师特别说到，刚开始教客语的时候十分的难教，因为不是听不懂，就是唱歌的时候五音不全。不过这些小朋友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写完功课就会拨时间来练习客语，这点是让他们最感动的地方。他们一开始是完全客语是不知道的，你讲任何一句客语他们是听不懂的。那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教，然后就是让他们注音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注音，你听得懂我就他们会发给我听，然后我说对，那就对了。当然一开始要先念词嘛，歌词，然后要解释那歌词的意思，然后意境，要解释他在诉说什么，然后他们唱出来才有情感。老师更强调，家长的支持才是这支合唱团能够稳定的原因。有些家长虽然听不懂意思，但是还是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唱客语，让孩子能够快速的记起来。俗语说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老师相信，在明年的比赛一定能获得更亮眼的名次。记者陈晨汉，关山镇报道。